上岸，上岸，赶紧上岸！啊，给我上岸！哇，生气了？你拍《西游记》呢？鸭来了，鸭来了！哎哎，别回去！哎，走错了，走错了！我们就一直跑他，把他跑累了。我们熬死他，我们把他跑累了。这个鸭好嚣张，不上来啊，难受啊！兄弟们，咱先把鹅都抓了，最后再处理那个最难处理的。确定抓鹅吗？抓鹅。鹅，小鹅子，小鹅子，别跑！今天你跑也别想跑，你给我跑，你给我跑！好，好，好，再好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回来，回来，别跑啊！哎，过分了，过分了！慢住，别慢住，慢住了，慢住了！抓脖子，抓脖子，抓脖子，抓着，你抓着！哎，哎妈，这挺费命的呀，抓这玩意儿！别扒！别下去！别下去！别下！别！哇哦！叔叔，你怎么不跟下去？我怎么跟下去啊？我疯了！我跟他下去，吓死了这兄弟！来，贵宾二楼，我抓到了！恭喜你！这找老公的，你给我上来，让我抓一只。哎，我们把他赶到少年之家，过来。你帮唐老鸭？为啥呀？我去换衣服了，我下堂吧。上不上？上，上，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上岸，上岸。上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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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真气死我了！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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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行，抽了，抽了！为了小童。下不下？下！少年之家下不下？下！拖鞋抽！今天你上也得上，不上也得上。我们抓他！小新，你往我这边赶一下呗。陆叔。给我个杆儿，来来来，把他们逼上去，起来，上了上了，他们要上去了，小心这边上去了。哎呀！哎！哎呀！哇！东东西，他是压东西。哎！我看到他跑过了，别动！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没了吗？没压了吗？没了呀。金龙，你给我拉着你上来。今天有鸭子，还有落汤鸡。哇，今天的抓鸭子之旅真的。走吧，回家吧，兄弟们。回家，兄弟们。
去了。一博，哎，这个鸡要送往何处？送往千岛湖。哇哦。小何，走了，卖鸡鸭鹅了。走吧。我们路上三个半小时，他饿了咋办啊？没吃早饭。带了银鹭好周到，喝完五谷杂粮营养，香甜软糯，好吃又顶饱。不愧是我们的扛饿小伙伴啊！嗯，走。我们出发了，出发去卖鸡鸭。最后这点蛋应该有个60多块钱。自己吃了吧。啊？自己吃了。自己吃，舍不得卖了吧，最后一笔。回去把鸡蛋弄完，养着去就真的啥也没了，连个蛋都没了。我跟你说，昨天晚上为啥阴谋？我昨天抓完那个鸭子了嘛，然后你们不是都在鸡圈门口吗？我抬眼一看，就那个灯打那个树贼漂亮，对，下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对，但是底下池塘特别空，然后羊圈特别空，鸡圈什么都没有。你说那些一直搞养殖的，他每年他就是照顾着小羊，照顾这样子，他到了后面他会有感觉吗？比如说他干了7、8年，他还会有这种感觉吗？应该不太会了吧。但你看徐姐，人家干了20多年了，她还是会有这种状态，因为都是生命嘛，而且自己养的嘛，就可能这跟人有关系，就跟做多久这个事儿好像没有那么大关系。而且你看她都是从小变大的，我就跟人有关系，真的跟人有关系。阿姨，哎，我们这些线哪里线？现在到前面去。不要害怕啊，我们先放母鸡。行，先放母鸡吧，数一下。对，我们自己统计一下。一，两只，三只，四只，这里有四只，八九十。嘿，这个鸡蛋哦。路上生的应该是。那两只公鸡会不会打架？那肯定要打的。已经开始打架了，怎么？已经开始打架了。33，母鸡记一下。母鸡33万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大公鸡，一，然后是童子鸡。23，这样就鸭了。对，7只麻鸭，对吧？对，麻鸭也下蛋了。野鸭1只，两只。两只。然后鹅，4只白鹅，然后2只燕鹅。好啊，好了，阿姨，那就拜托您照顾他们一段时间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没事的。这一片葡萄园也够他们吃了。你们要听话，不要给阿姨添麻烦，不要乱跑，多下蛋。对，多下蛋。啊，已经开始了，他们。要打架了。哎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了。不要，喂！你们是自己的跟自己打，也不是跟我的鸡。哦，是吗？别打了，好好下蛋，不要想我。走了。一会儿我们9点半搬羊床。准备把羊圈回收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把养殖组的地方清空了。
大哥回来发现家被抄了。刘总，好久不见。我们是这样的，之前就是咱不是在您这订了那个钢材这些吗？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是觉得，就是如果把它拆了全卖废铁了，有点可惜。对。就是还有一些像这种管子，是不是能拿到钢材市场去卖二手的？是不是价格会稍微高一点？等一下把这个棚子拆掉以后，这个上面能留的先给它留着，到时候我拉回去以后给你一个总价。好好好好，好嘞好嘞，感谢刘总。那我们先卸着洋床。来吧，干活吧。那需要就整齐的排下吗？对对对。好。横着放放不下两张小盒，那竖着放吧。竖着放，竖着放。哇，下面这么多有机肥啊！这怎么各种形态的都有呢？陆文，你去看一眼，那边很壮观的。哎呀呀，为啥？